台湾话灵魂应该安怎讲安怎写新闻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释义人的精神灵魂魂魄。例：我给你寄一个香香哈无新闻。我被你吓得险些魂飞魄散，请支持我，点击 subscribe，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谢谢，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